啊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整个奥克兰这个 Two Cheap Cars 的最容车量最多的一个车行。哇，你看后面都是车，都是二手车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，这里是容车量最大的 Two Cheap Cars 的车行。今天我们好像接到一个新的任务，我们要去接访。对啊，但是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待遇，听说。哦，什么待遇啊？请看。哇哦，今天我们有专车接送哦，今天我们要开着 Two Cheap Cars 的专车，然后去进行接访，酷不酷？好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哇，下来了，我们朋友你好，跟大家 say hi 好不好？嗨，大家好。哎，你是谁？啊，我是 Mark， 我是这个 Two Cheap Car Penrose 的 Branch Manager。所以这辆车是给我们待会儿去接访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给你们用去接访。太棒了，谢谢你。耶耶，祝我们今天接访成功。想问一下，你们是学生吗？是，你也是，对不对？所以平时会出行的话，是会自己开车还是坐公交？我会开车。你开车？我主要是靠步行。你步行？那有没有考虑过想买车呢？身边会有朋友去开一些二手车吗？对，基本都是开二手。所以你们了解二手车市场吗？听过朋友讲吧。那我们今天给你，我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很适合哈学生党。没错，我们的 Two Cheap Cars， 这是我们整个奥克兰最大的一个日本二手车的经销商。没错，你们可以在里面买到想要的任何一种车型，而且非常的实惠。对于这些学生党来说，我们今天会有优惠。如果你们最近买车的话，代金券每个人300的代金券。谢谢。买车去哪里买 ？Two Cheap Car。我想问一下，平时你开车吗？开车，开车。会开二手车吗？啊。二手车。会开货车。货车。买车去哪买呢 ？Two Cheap Car。Two Cheap Car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Hello， 帅哥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学生吗？是的。你现在开车吗？开。你会考虑开二手车吗？对，一般就是会考虑二手车。知不知道二手车行？熟悉吗？如果不熟悉的话，我们给你介绍一下。没错，我们的 Two Cheap Cars 呢是新西兰最大的一个二手车的日本经销商，你有听说过吗？这个看过广告。看过广告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我们这在新西兰一共有14家分店，而且他们家的车特别适合我们学生组、学生党。对，如果你最近买车的话，我们赠送你300元的代金券。谢谢。Two Cheap Car 去买车。好，没买车到哪里买呢？到 Two Cheap Cars。美女你好，你最近想换车吗？有这个想法。你考虑二手车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太好了哈，我们向你推荐我们的二手车最厉害的市场，那个车行。没错，我们的 Two Cheap Cars 是我们新西兰的最大的日本的二手车经销商。如果你最近买车的话，我们送你300元的代金券。嗯，还送你一个帽子。而且我们这个特别适合学生党还有这个上班族的，都是性价比超高的日本车。对，买车到哪里买呢？ Two Cheap Cars。 来，再一次，买车到哪里买呢？ Two Cheap Cars。 耶，买车去哪里买呢？ Two Cheap Cars。车最优的价格，车辆经过 AA 严格工人数认证和 VIS 权威质量检测，零首付，专业驻场财务方案，分期付款可及时审批。新款本田飞度5979起，新款马自达 T 5979起，新款马自达昂克赛拉7979起。